烊千玺是如何对待朋友们的。几件小事显示他真正的人品。几件小事显示他真正的人品。四字弟弟易烊千玺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中路人印象非常好的一位了。年少成名的他仍然很好地保持着一颗通透的心，待人处事也很有自己的准则，因此在与他相处过后，很多人都可以给出很好的评价。千玺从小开始在学校待的时间不长，但是他身边也有从小陪伴着自己长大的朋友，曾经在人物长篇杂志采访中出现过，化名为阿深和阿浅。可以看出千玺和这两位朋友的相处模式就和普通的朋友一样，让人觉得明星少年也有着平凡的友谊啊。在工作中遇到的人，千玺也会非常真诚地对待，比如身边的助理兼保镖胖虎也是千玺最为亲近的一个伙伴，关系如同哥哥和弟弟，胖虎也称得上是最了解千玺的人了。不知道关于千玺的优秀人品，你还能回忆起哪些小事呢？